这趟赢了，你看看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，哎，说啥好呢？车掉在泥坑里边了。我们途经的路上，一辆奥迪趴窝了，开开车去。好，能是不碍事不碍事啊。出来玩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刚才有辆福特，救援失败了。这不，安总把他的坦克开过来了。用坦克拉一下。一开始啊，我们也不知道他陷车了，我们也是开辆车过来在这前边探路了，结果过来一看，他这彻底在这趴窝了。正好呢，这个车上拖车绳啊、拖车钩啥都全乎，给他拉一把吧。来吧兄弟们，我们一起看一看到底好不好救援。哎呀，主要这有泥太大，扎泥堆里边了。你看我们这个救援是免费无偿救援啊！我们轻轻给你坠，万一坠出啥毛病，我们不承担啊！对，就是拉出来，但是也不能保证，就是说是把你的后杠给你锁。那走了，轻轻的拉。这也陷的不深啊，不说这奥迪有夸锤的吗？夸锤不管用了。哦，这边是一条小溪，大家看，这是把车开到这个小沟里边来了。慢慢走，谁上车谁开的，自己上车不安全，上车挂档啊！你挂倒档啊！挂倒档，你车哪能挂倒档就行了？倒档好像没用了，现在倒档就是有东西吧，给婶婶这个东西。给他。先等会儿，不要着急，等会儿给你打喇叭，你再走。你没有倒档是吧？不是有倒档，有倒档没？有倒档没？有倒档就行，没有倒档你就挂空档啊。直接换成空档。对，空档好，空档。倒档的话，换空档。就空档了是。尽量你也用。来，慢一点啊，来。慢慢走。来了，大家伙觉得能不能拽上去？慢。走，慢点。慢慢的往前来，坦克拽给他，我估计还是轻松的。张飞吃豆芽，小菜一碟啊！走了，这不就走了。好了，这上赢了，你看，哎呦，奥迪是刹都刹不住呀！往后面点，刹车都刹不住，拉着走来是的。拉是这样吗？玩一会儿啊，拉都没拉住。你们别瞎拉坏了。人家挂档对吧？刚才拉在走上的。没事，那啥，你上再玩的话，我们就开进去，你再拉出来。那就走，这个没问题嘛啊？没问题啊。没问题，就是了。好，走，行，谢谢了。不客气。救援成功，兄弟们，继续赶路，我们下一站扎尕那。好的，兄弟们，今天就给大家更新到这儿。喜欢我的视频，点一个小赞，我们明天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